从前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台东铁道旅地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亲子房。好的，麦斯哥，我们现在是在台东的铁道旅地，我们要住一楼的亲子房喽。哇，好，对，这边有饮品自助区哦。好，那我们先去开我们的房间。房间哇！我们的房间啊，这一楼都是亲子房，都是亲子房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住的是101房。借住一晚，借住一晚。等等。嗯，这第一间。哇，楼中楼哎。哇，帮我看一下森林气氛。哇哇哇！哇，小朋友最喜欢的楼中楼。楼中楼这边是双人房。走走走，我们去楼下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去楼上看一下。哇，楼上也有一个双人床。哇，也有一个双人床。哇。哇，都是双人床哎。而且是很高的床垫哦。好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往下走喽。我们来看一下浴室区。浴室区。嘿，小宝进来了哦。小宝在哪里？嗨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从右边开始看好了。好，右边部分就是洗衣袋，然后一些浴室的备品，牙刷、好梳子之类的，吹风机好跟梳光是一样的，然后有4瓶的矿泉水，4双的纸拖鞋。好，那冰箱部分一样是空的。对对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浴室也很新，很大哦。哇，好大的浴室哦。很新，对，好，然后它一样的，洗发精、沐浴乳啊，法国的，都是法国密码这个品牌的哦，一瓶大概好像卖的599以上，好，原价是985。这边一个长桌，哇，对啊，这个长桌很方便，合适的长桌，一个大的电视 ，OK， 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开箱楼中楼的亲子房，拜拜。拜拜。